选民、各位工人党的支持者，大家好。前面的观众可以坐下来吗？这样后面的人看得到，谢谢。A very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onight is the final rally of the Workers' Party campaign in this election.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o you the slate of candidates of the Workers' Party besides Aljunied, Hougang and Punggol East. I think you know the candidates. 今晚呢是我们工人党在这次大选最后的一场群众大会。 我呢要在此介绍我们工人党这一次大选的竞选团队，除了阿育尼、后港、板鹅东的候选人之外，我想大家都认识他们。首先我要介绍的是我们义顺竞选区的竞选团队，尼顺 Team。 The team leader is Kenneth Fu, Ron Tan, Cheryl Dennis Low, Duke Koh, Gamik Singh.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The next, we have the Marine Parade team. Yeah. 我们马林百列竞选区的候选团队, it is led by NCMP Yi Jian Jong, Di Ren Ng, He Ting Lu, Feroz, Terence Tan. Vote for them. Thank you. 接下来是惹狼误煞竞选区的团队, the Jalan Besar team. 。The team is led by Soma. Frida Chen, Adrian Chen, Rizwan. Thank you. Vote for Workers' Party. 东海岸竞选区的团队 ，I will introduce them later. Then we have SMC， 我们有单选区的候选人 ，We have Sengkang West。 柯春勇、许俊龙、麦波森 ，MacPherson SMC， Bernard Chen， 张嘉喜。Then we had 风扇 ，Danielson。 各位选民，
2011年的大选， 我呼吁新加坡人投工人党一票， 引领新加坡迈向第一世界国会。 我们已经踏出了一大步。 使政府不得不正视人民面对的生活困境，改变政策，做出回应。政府在公共住屋、医疗保障、社会福利和外来人口方面，做出了政策急转弯，缓和了人民所面对的生活困境和焦虑。 我感到很安慰，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在各项政策的调整，并重新探讨新加坡在未来50年的发展方向。工人党希望可以通过一个平衡的国会， 和完善的政治系统，达到一个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以确保我们的子孙在未来有一个持久昌盛的新加坡。国会必须能够代表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 不同的群体和不同层面的社会价值观，这样一来，才能使人民充满信心，勇敢发挥自己的才华。多年来，新加坡都处于一党专政的状况，许多政策只根据自政党的意愿 在国会通过，强制执行，不少人受到政策的影响和冲击。当年南洋大学被关闭，我看到了一个过度强大政府的危险。我当老师的时候，看到了我的学生 在分流制度下无法继续升学，在不公平的制度下，年轻人受害。虽然我通过各方面的管道反映意见，却无法改变这一切。当时的我感到无所适从，也很无奈，所以 我决定加入工人党，希望通过新加坡民主政治的程序，使政府听到我的声音而做出改变。我在1982年加入工人党，1988年第一次参选， 1991年中选成为后港区国会议员。在此后的20年里，在国会，我参与了无数的辩论，提出了数不清的意见，但是政府不为所动。这 使我领悟到，其实单单在国会发出声音，不一定能令政策改变。只有政治上的竞争，才能够让政府正视民生的问题而做出反应。 过去50年，因为行动党长久执政，拥有政府的权力，
他们就以各种手段使其他政党无法跟他们竞争。不论人民是通过其他管道诉求，或者是民间的反馈，执政党都只是听，但却没有做出反应，改变政策。听到，但是没有听进去。 所以，我接手工人党秘书长之后，致力于发展工人党，有了今天的规模，让选民有所选择。除了我们所有的候选人。 工人党凤山当选区和东海岸区选区的候选人，大家都是你可靠的选择。凤山当选区的候选人陈立峰。 他是一名有专业执照的海事律师，虽然资历很高，但是脚踏实地，我对他的印象深刻，因为他在基层帮忙。当基层我们的基层组织跟工人党主办活动的时候呢，他都亲力亲为。 搬椅子、搬桌子的琐碎事，他都乐意帮忙，态度谦逊。接下来，让我来介绍这一区东海岸计选区的团队。 严彦松，他在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在南洋理工大学考取国际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他也曾经在外交部工作。他在2009年加入工人党。 他当了4年的非选区议员，在国会里积极参与辩论，我相信大家对他不陌生。吴佩松博士，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 他专门研究社会学，对一个社会的结构和发展的见解有深度。还有呢，法若石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学位。 为了参加这次的大选，他必须辞去国家图书馆的工作，献身精神可嘉。贝里安·Leon Pereira。 他是。 公共服务委员会奖学金得主，在英国牛津大学考获政治
哲学与经济的双重荣誉学位。 他曾经在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工作 EDB， 在90年代中期负责新加坡经济区域化政策的策划，现在是一间国际研究咨询公司的总裁。他对 新加坡经济政策的认识有一定的深度。各位选民，咱感人党该好选人是会使个。 大家就要投一只票，上一只国会。咱共产党有新界国会议员入国会，国会的人，议员也是如来如在，踢退这个解放。 告诉大家的是，这一组候选人，东海岸竞选区的团队是制定这一次工人党竞选政纲的主要策划者。他们拥有不同领域的知识，也有不同的工作经验。 我相信，他们有能力研究与检讨政策，也能够在国会辩论政策。如果他们中选进入国会，必定能够加强工人党的论证能力。参与国会的辩论，其实 是压力很大的事。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行动党的议员，还有部长。这些部长的背后是整个政府部门，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和资源为他们找资料，提供反驳的论点。行动党 在国会中的其他同僚也会帮忙反驳。我们目前在三届国会有九个工人党议员，包括非选区议员，九个。但是我们要应付80个行动党的议员的部长，要有效的在国会里和行动党辩论，工人党需要有一定的议员人数，才能够在国会里发出够响亮的声音，政府才会认真看待人民的意见，更重要的是， 因为有了一定的实力，行动党也知道，不只是在国会辩论，在大选时也会面对挑战，他才会认真解决人民所面对的问题。这一次的大选
是我自1982年从这里来参加的第7届大选，我已经从政33年。 2011年大选之后，工人党才有今天的规模，才有办法推出更有素质的候选人，可以让你选择成为你国会的代议士。如今的工人党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我们能够以集体的力量在国会代表新加坡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和执政党辩论政策，为人民谋福利。但是，要工人党能够在国会里扮演这样的角色，必须得到选民的支持和委托，才能够使我们 有一个更平衡的国会，提升国会的论证效率，同时鞭策政府制定有利于新加坡的政策。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拥有一个理性而且负责任的反对党来监督政府，能够体现国家政治体系的稳定，也会使外国的投资者 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所以呢，我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念信愿。The Workers' Party wish to contribute 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based on justice and equality. Please join us to recite the pledge. The chairman of the party will lead the recitation. We, the citizens of Singapore, pledge ourselves as one united people, regardless of race, language, or religion, 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based on justice and equality, so as to achieve happiness,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for our nation. Workers' Party! Thank you. 谢谢大家。I would like to thank members of the Workers' Party, volunteers, and helpers and supporters for your hard work for the past 8 days. And many preparation work.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ll of you following us for these 98 days of rally. I also like to thank the media professionals who have been working hard to covering our news. And finally, also the police for facilitating the rally and maintaining order. Thank you.
各位，共产党最后一场的行动大会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这么多天来的支持。我在此，共产党在此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事业有成。谢谢，晚安，good night。